今朝嘅个股推介系淡仔二一七嘅，拣选原因系讲到咧，本港进一步放松呢个防疫限制，憧憬中港有望加快通关，推动本港食、宿、衣、饰装等咧各方面嗰个销情复苏。消费相关股份可以留意淡仔国际二二一七。预期放松防疫措施，利好市民出外用餐，有利业绩嘅复苏。彭博嘅数据显示啦，受到今年疫情因素嘅影响，淡仔2023财年三月做年结嘅盈利预测系1亿8000万，按年倒退10%嘅。但系预期2024财年咧就系盈利咧会迅速反弹去到3亿元，按年增长就系67%，并且高过疫情前嘅水平。估值方面啦，淡仔2023财年同埋2024财年预测市盈率咧就系17.4倍同埋10.6倍，较同业例如系大家乐2022财年以及系2023财年嘅预测市盈率啦36.3倍同埋20.7倍为低噶。策略上啦，淡仔股价星期二咧收报2.44嘅，建议喺2.33吸纳，上望2.78，咁啊跌穿2.1咧就适宜减持啦。